每到过年，全台从北到南，民众到庙里熬夜排前母，队伍长达几公里，几乎是全民运动。今年有庙方搭配生肖，用木雕刻出老虎造型前母，真的好勾追。去年度只有30个，但是想不到哦，一天啊就被民众哦索取而光了。抢牌前母要招财，可不是拿到就好了，还得放对地方。首先要到香炉前顺时钟方向绕三圈，要是摆错地方，恐怕招财不成便破财。通常是放钱包了，放在玄关。想要让前母招财，摆放有学问。大多民众放钱包，想让财气跟着走，但其实还能依照职业来放。工作以电话行销为主，可以把前母粘在电话上；如果以文案创作为主，可以粘到电脑。脑上身材工具也能招财。前母的话，我们尽量不要乱放，比如说厕所以及我们的房间。从民俗角度来看，厕所晦气重，不能放前母；房间床头也是母汤，因为疲累休息的地方等于对神明不敬，恐怕破财。排队领前母，摆放美感要注意，才能在虎年虎虎生财。九侯国文加以报道。